我在前面放了一瓶啤酒，谁先把啤酒拿回来就算谁赢，现在认输还来得及啊。有够幼稚的，来吧，来，预备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哇，这脖子怎么这么疼啊？哎呦，等等啊，好了，来吧，预备，等等，系好了吗？安全第一啊。好，来，来，预备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想问你准备好了吗？废话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要开始啊，等什么呢？来，赶紧的，预备。找借口的人注定失败，好好待着吧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那当然了，我关小弟什么时候输过啊？不败女神可不是白叫的。不败女神，耶！关小弟，这次比赛不算。凭什么呀？他耍赖。这比赛是不是你定的？是啊。时间地点是不是你定的？是啊。比赛规则是不是你定的？是。什么都是你定的，你输了你就怪我耍赖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什么什么我你你的，别语无伦次的好吗？你要是不服的话再来找我吧。来，喝口酒冷静一下。拜拜拜拜拜拜。你关小爹，你给我等着，看什么看，走啊。
就是这么有情调啊。嗯，还挺香的。对吧，老乖，小彩笛，啊，哟，张嘴，哦，哦，我还没跟你说我要干什么呢。哎呀，干什么都没空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闭关修炼，盖不接客。哎，粉红吧，你跟我说一下你在家都待多少天了。401天。啊，401天啊，你这是要破宅女的吉尼斯记录是吗？你能不能出来透透气啊。我不需要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已经跟现实社会脱节了。什么节啊，现实世界有什么用啊，只要有网络我什么都能办到，不需要现实世界。你现在这个症状呢是叫做网瘾症，这是病，得治，我有药，你要吃吗？你还有病呢，我好着呢，不用担心。啊，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家里都干些什么呢。我现在正带领着中国那些网瘾少年打败那些国外的无良代理商，一个人就要管理88个工会。跟您聊天那一会儿，我已经发出去45000个金币了。我还就不信我搞不定他了，这玩意儿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现在每天杀富济贫的，你真觉得你家是黑客帝国啊？那咱们也得拼命干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今天是不是无聊啊？差不多吧。小姐，我早跟你说了。很多事情呢需要自己去面对，自己去扛。美少女加油吧。你也是，好好战斗吧，再见。